看看啥？哎呀，太开心了！玉皇魔啊，这时候碰到玉皇魔太难得了，没寻思今天能碰到玉皇魔，真的太高兴了啊！回家晚上又包饺子吃。哎哎，看这还在树上，看到没？看到吗？看那个根儿，这就是纯野生的玉皇魔，太好了，真好啊！回家包饺子吃，一点虫子都没有，看到了吗？特别的嫩。因为我放杯筐里了，我这个兜子不行，碎了啊！看这个，哎妈，真好，我都不想踩了。刚才长着养眼哈、啊。嗯呐，真好看哈，真漂亮啊！行，快点踩吧。行了，赶紧踩下来，把筐给我啊，筐给我吧，先放筐里头。好，好了，哎呀，太羡慕人了。看这个玉皇魔，太好了，一点虫子都没有，而且里边漂白，稀嫩稀嫩的，一点也没坏。在这个小根上，看这还有菌种呢，这还有一个，这个啊，这个还没长大呢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是小菌种，刚刚的发芽啊，看这个长大之后也是一大堆的，多好，在这个半截的树根的底下，记住这个树根，来年咱还能采，太好了，看这个让我摘下来的挺好哈。这还有一个没发酵的，就是还没长大的，刚是小菌种。但是过段时间我还会要再来，还能采一茬，还能采一大嘟嘟。看，已经装筐了。咱看这个野生的玉皇魔这个根儿啊，它是这种的啊，是不一样的，大家一定要分清楚。看，是这种的根儿，而这小蘑菇真好。这就可湿了。啊，屁股上，是啊，啊，一会儿就透了。像我们这个野生的玉皇魔啊，就在这种榆树上长的，而且是在这种树根的上，看到了吗？这是一个大树，但它已经折了，就在这个树根的底下长的。看那个菌还在那儿啊，还有这儿，而且这都是有菌的。只要说这个地方今年长玉皇魔，来年我们还会来，来年还会长的，它就发酵这种菌。看，这个大木头。就是包括我们这个灵芝啊，野生的灵芝什么都一样，都是的，都是在树根上长的，但是只是在不同的树上长啊，它都有这种菌，今年采完了，来年它还会再长，所以咱采完了咱一定要记住地方，来年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啊。今天太高兴了。